抢先带您来关心新闻焦点。行政院上午通过前瞻基础建设特别预算，第一期共编列1089亿元。国际连锁饭店品牌希尔顿重回台湾市场，新酒店将落脚新北新版特区。亚锦赛中华队夺一金一银一铜，今天凯旋归国，受到师生亲友热烈欢迎。台艺设计师吕白登纽约男装周，艺人贺军翔助阵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8点新闻。